据媒体龙头 Meta 今天宣布，进行一项重要的调整，即中断透过 Facebook Messenger 与 Instagram 之间进行跨应用程式聊天的能力。三年前 ，Facebook 宣布将 Messenger 整合至 Instagram， 使后者平台能够提供更为优越的聊天体验，同时确保用户能够在使用任何应用程式时都能获得最佳的讯息传递体验。无论你使用哪个应用程式，都可以与 Facebook 的朋友和 Instagram 的联络人保持联系。时隔3年 ，Facebook 似乎正反转这项整合的决策。根据一个新的支援页面，自2023年12月中旬开始 ，Messenger 和 Instagram 之间的跨应用程式聊天将不再可用。自2023年12月中旬起，你无法在 Instagram 上与 Facebook 账号开始新的对话或通话。你与 Facebook 账号的任何现有 Instagram 聊天室将变更为围读模式，即使这些 Facebook 账号已从聊天室中移除也一样，这代表您和其他使用 Instagram 账号的用户无法在这些聊天室中传送新讯息。Facebook 账号将无法查看您的上线状态或您是否已查看讯息。您与 Facebook 账号的任何现有聊天室并不会移至 Facebook 或 Messenger 上的收件匣。若要继续与 Facebook 账号对话，您可以使用自己的 Facebook 账号在 Messenger 或 Facebook 上展开新的聊天室。